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于天龙。今年呢真是非常开心，因为呢我们呢会举办一个实体的音乐会了，就是我们就是这点光三支重现希望慈善音乐会。那么我们今次呢除了会带给大家一连串的正能量的流行曲之余呢，我们同时都会做一些善事的，就是为我们一心安老的慈善机构去进行筹款的。那么希望呢在这里大家踊跃的支持我们。同埋咧，我哋今次嘅音乐会咧嘅时间咧就系晚上6:30，11月28号嚟紧嘅星期日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嚟支持我哋啦。也都是为我而做，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同，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你我，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，茫茫人生像荒野，与孩儿能放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，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再冷酷，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，记得过来支持我们就是这点光三支重现希望慈善音乐会。